新闻头一条来关心，苗栗白沙屯江天宫妈祖銮驾，今仔日一透早下过大肚溪了后，沿着第一线前进，透早七点半左右到秀团病院了后，銮驾雄雄登院，驻驾伫咧病院门口，一方是赶紧揢着因为车祸重伤带院的心肝等这座山。祈求妈祖庇佑，也希望妈祖祝福，让所有患者拢会当赶紧恢复健康。彰化秀团病院门口有满满的白沙屯妈祖信众，妈祖轮到我进来病院主驾，才着准备好接待病院人员，赶紧跪落来求妈祖保祝福。你现在拿的是谁的衣服？姐姐的，我姐姐的衣服，就是那妹妹的姐姐的衣服嘛。姐姐的衣服，姐姐的衣服。OK OK。对对。在我们医疗上面，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。但是今天知道我们白沙屯妈祖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灵性上面，给予这个小朋友能够有一个最大的支持。好，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意，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带着这个孩子的衣服。在这里为他做一个祈福。秀团医疗体系总裁表示，今仔日甲太太以及真侪病院的员工，只会伫在病院门口迎接白沙屯妈，希望妈祖婆唔来爱保庇，因为车祸受重伤大院的单色姊妹啊，嘛好所有患者都会当健康平安。最感谢啊、白沙屯妈祖的啊圣灵，那今天来了，我们现在有很多病人在这里早日康复，尤其是深港乡的两三姐弟，那个姐姐在我们医院，妹妹在彰基，赶快早日康复。全国的同胞都在关心。今天早起，白沙屯妈祖驻驾秀团病院，真侪信众看到这个画面都真感动。馆长王惠斌也讲，顶个月被车撞的新港乡陈家三个姐弟啊，大姐状况到达好转，第二个阿姐的状况还阁需要再努力。希望会耽误季节发生。多张新闻，丁尚雄广采访报道。